每晚七点半夜灯初亮，我们才将忙碌收藏。大街和小巷饭菜的香，才是真的比心收藏每段爱的篇章。自从当了民警以后啊，我就遇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，有跟朋友打赌溜警察送饭的，有两口子吵架让警察跑腿送信儿的，有离家出走到派出所装失忆骗吃骗喝的。虽然无奈，但是不论事情大小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警情。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当然也包括这个。走着。哎呀，小伙子，知道到我呀，前面啊还有25个呢，您稍排会儿吧。这劲儿怎么样，大哥？好着呢。好啊，别好嘞。这无人机跟个没头苍蝇似的，在辖区里乱窜。这无人机飞行半径挺大的，飞它的人有可能在辖区的任何地方。之前是跟地上飞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跟咱们玩游击战啊，这万一要是炸到人，或者这火星子崩着电线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跟你说，这犯罪手段升级了，我告诉你。升级了？我是让这事儿给拴着了。你说我怎么跟唐唐交代呢？你把他叫过来，咱仨一块抓年兽，多好玩啊！我们全家都听到了。你说你右眼装着你喜欢的人，我还会去找你的。老大，今天早上救那苏婷，这一会儿把我的微信都快给炸了都。叫过来，咱们四个一块抓，那不更好玩吗？你别，不是我这意思，我吧有点怕他。你说要不我给他删了好吗？那下次再跳楼啊，就是为了你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白捡一大媳妇儿。哥，年兽抓到了吗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怎么跟人说话呢？人家孩子关心你一下，你看，你就买一瓶。哥。小伙子比较上道啊！我这临走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啊？这都得怪你啊！这举着我手说这是咱们辖区的，还什么代号年兽？埋怨谁呢？那年兽的炮是我让放的，小胆我下的，我让你和唐唐结婚了，我让你上幼儿园当保安去了，你还埋怨我了你？哎，对不起，我就不该提年兽的事儿。怕他干什么？醉。是。过两天，他呀就不是咱所里的人了，啊，这保不齐以后呢，骑车掉链子呀，啊，掉井里呀，撞电线杆子什么的，还得报警找咱们呢，是不是？你这样，周哥呢好好培养你，啊，半年咱就是最佳搭档，一年咱们就上光荣榜，两年以后咱们就受到局里嘉奖。谢谢哥，甭客气，孩子。先这样，你呢
先跑一趟，去一趟香樟西里，看看还有没有无人机的其他线索，顺便呢了解了解设局情况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可真行，这香樟西里几千户，这孩子身体盯得住吗？这孩子是这届警校的第一名，百米十秒五，人送绰号飞天小南京。哎，这我俩要打乐起来，这速度。下午咱们去幸福小区附近继续排查。哎，你说小胆家小区都有人报警了，他倒消停了。你呀，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惦记他。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呀？关就关了吧，这卖面包的又不光是他们一家店。这个地址的人是不是经常点你们家的外卖？嗯，差不多每天都点吧。姑娘，那我得麻烦您点事儿了。人小胆儿就认这家，你还别说，那家呀也认咱们小胆儿啊，要不然人家店都关了，那个小姑娘还给他打电话是吧？妮儿，我想出去一趟。哥，你还能不能再教教我？那个丧劲哦。有这心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人人都有这股劲儿，只要逼自己一把，把这股劲儿逼出来，剩下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了。逼自己一下子，狠狠的逼一下，强生作死不算什么。你就把耳朵一堵，出去天又塌不下来了喽。塌下来，周哥给你顶着。我要走出去，走出这个房间，走出这栋楼。我要一口气，一口气走到对面的面包店去。上劲儿，上劲儿。好，你们两个出去等我。容我披挂上阵。太难了，你们俩就把我当成个废物，不行吗？你看那无人机眼熟吗？小胆哥哥，无人机先还给你。我妈又给我报了个网课。你家还有火机吗？那个火机又坏了，泡着点不着。那等等会儿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叔叔，这是带的火腿肠，你吃。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吗？这次我真的错了。我主要其实也是想练练胆子，没有想到会是这样。我怕大年三十的时候给你们添麻烦的呀。小胖子找我借无人机，说放鞭炮玩，我就没拦着他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也没有起好作用。这小胖啊，是孩子在乡下老家买的，他非要带回来玩儿，也怨我，我没把他看住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不不不，我们不怕麻烦，主要是这给孩子弄伤了呀。这大过年上趟医院，这不得上火吗？是不是？是是是。警察叔叔，我错了，你还有火腿肠吗？有，但也不能给你吃了。这一下午刚才吃三根了都。是啊是啊，你可得注点，你减减肥吧。行，大爷，这么着啊，你们先回去。
麻烦您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好，啊，走吧。来来来来，小气鬼！你少吃点儿，对吧？嗯，行吧，咱们说说你的事儿。你要是不能实话实说，啊，咱们就得换个地方了。哥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你们说的那个年数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呀。我就算是想练胆，我也不可能上来就弄个二踢脚。他这小鞭儿啊，跟那二踢脚这威力一比，那就是弟弟。对呀，咱们换个地方，啊？啊？怎么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地儿不是一直这样吗？这个面包店啊，都是我小的时候的回忆。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把我一个人留给了爷爷。那是1999年，我小的时候成绩还是不错的，每次每门功课还是可以考第一名。爷爷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每次奖励给我一个椰蓉面包吃。爷爷，爷爷，我又考了100分。小天真棒。那能让爸爸妈妈来接我了吗？我都好久没有见他了。爸爸妈妈都在忙工作，爷爷给你买你最爱吃的椰蓉面包。那时候，面包店离我们住的棚户区好远啊。爷爷每次来给我买椰蓉面包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，于是我就和爷爷有一个约定。爷爷，等将来我长大了，我要给你买一套离这里最近的大房子，这样子就能跟爷爷天天来吃椰蓉面包。再后来我就上了高中了，那时候我们住的棚户区拆迁，幸运的是我们搬到了这里的大房子，那时候在楼上就可以看见街对面的面包店。爷爷，你看，就是那儿，那就是咱们的新家了。那不是天空吗？我们分到的房子是20层，就在那片云彩下边。可是爷爷在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还没等住上大房子，爷爷就走了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陪我一起吃椰蓉面包了。你的面包。爷爷要是还在的话，他绝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我要重新开始好好生活。以前总是爷爷来给我买面包，以后我就可以自己来买面包了。好样的。对了，哥。今天是腊月24，我准备今天回家把房间好好收拾收拾，多买一点椰蓉面包。等年30的时候，爷爷回来了，我好和爷爷一起吃椰蓉面包的。不是，他说什么？你爷爷不是走了吗？是走了呀，去乡下大姑姑家养病了。那里平房，那出来进去方便呀。哥，你们两个都是好警察。等爷爷回来之后，我要送你们两个一人一面锦旗，我上面字我也想好了，妙手回春。那是送给大夫的，啊，锦旗就不必了。你那个无人机，借我们用2天。可以啊，飞起来。你找什么急呀你？不是往前面飞。哎，等会儿，快点快点，前面。我先试试它到底能飞多远。你别说。这晚上看的还挺清楚的。这飞哪儿？如果年兽再放炮的话，咱们就……哟，放上了，放上了！哎，我那边，快！绕！我这绕着呢，你把镜头往下一点，快！哎，在这儿呢，不是呢，蹲下了。这，你不是他点炮着呢，拉！拉着呢！哎，怎么黑了？牺牲了。
人家小胆这是新款，得大几千呢。那个，所里能给赔吧？这肯定还是能修的吧？我说我刚才从他身上看见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他生前的最后一刻。你先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钱、早票。看过河马吃西瓜那视频吗？你跟那只河马就一模一样。先把自己屁股擦干净再说吧。你说这能不能？不能。你看过河马吃西瓜的视频吗？那西瓜跟他一样，哗，稀碎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赔？我的意思是啊，赔。那是谁弄坏了，谁赔了？那你就先还我油钱。你看这无人机啊，这个一台的大几千，要不然咱俩呢，能不能咱们干脆啊，干脆就这样，你听我的，咱们现在兵分两路，我去查年兽的洗澡票，你去找小蛋去解释一下，咱们所里见。别忘结账。你呢，吉哀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，因公殉职嘛。啊，哥，这去打仗了吗？这怎么都碳化了呀？我现在手里啊，就80多了，我一会儿回所里看看，能不能预支一下工资，我赔给你。我想了一下，你这挺难得的，已经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了哈。你总在家待着可不行。我给你找个工作吧。杜警官，这么大老板自己亲自剪头了，这不到年关了吗？人都爱来这儿捯饬捯饬。我们这小工啊，陆续都回家了，就剩我了。说我什么都得亲自上，擦擦擦擦。哎，您来这儿洗澡？不是，我来查案来了啊。哎，是这样，到我了吗？大哥，你就等一会儿，你坐，稍微等一会儿啊，马上。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澡票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这买澡票的人是不是都有登记记录？有。一般我们会留个电话，你把那个给我看看。到了吧？哎，大爷，您坐，稍等一会儿，稍等一会儿啊。哎，这不最近这两天年关了吗？啊，我们这合账呢，我这登记表在家呢。哎，那你能不能回去拿一趟？这案子也挺着急。我这实在是抽不开身呢，我这太忙了。我这一走，你看这生意甭做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那倒是，也是。哎，来兄弟，来坐着，等一会儿，来挤一挤，挤一挤。哎，能坐下，挤一挤。哎，来。得，我也别挤了。哎，这样，你先忙你的事儿。等忙活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回家拿一趟，我赶紧回所里，还有事儿。然后呢，你拿着那些信息以后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没问题，辛苦了兄弟啊。好嘞，你快忙着。哎，慢走了。好嘞，得嘞。老板，别往里放了，搓澡等半天了。哎，马上来，我给这个剪完就给你搓啊，别着急。哎，
信时代相隔万里，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高速率、大容量、低延时，5G 时代相隔万里，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高速率、大容量。小朋友，你要开手机吗？姐姐，这个手机多少钱？这款我们原价是6000，现在搞活动九折，还送一年的网络套餐和一个无线充电器，很划算呢。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高速率、大容量、低延时，5G 时代相隔万里，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这些不够，让你爸妈带你来买吧。高速率、大容量、低延时，5G 时代相隔万里，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高速率、大容量、低延时，5G 时代相隔万里，也能无障碍面对面沟通交流。小朋友，你想要买手机吗？叔叔这里有啊。小朋友啊，看看想要什么样的手机。我要能和妈妈视频的手机。我们这手机都可以视频，5G 的高清。那我能拿出来唱唱吗？可以呀。你带钱了吗？我想先看着手机。行，你看吧。我要这个。好，等着我给你拿啊。看啊，胎机没毛病，全新的啊。嗯。我看人家店都好多好多钱，你们为什么比他们便宜啊？我们呢是厂家直销的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你看我们这衣服，是吧？这设备，我们直接从厂家拿货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懂吗？那我买了，你是小礼品吗？送啊，跟大恐龙合照怎么样？就这样？啊，多好啊！这手机你也看了，我现在能看看你的钱了吗？5张。就是啊。送客，行啊，可以啊。那行吧，看你是小朋友啊，就给你优惠点，来，拿走吧。25送玉皇，这还没想到迎来了个小财神。阿姨，是阿姨，我那个，这个就是小胆儿。这怎么回事？他呀，是之前出了一次这个电梯事故，这电梯啊，从这20层一下就掉到1楼了。哦，身上啊好多处骨折。哎呦，然后呢，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，就在家就一下就闷了3年，怪可怜的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多可怜。我是怎么想的呀？咱们现在不是过年，然后咱们这儿去慰问这个老兵嘛，啊，就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就带着他一起啊，就是让他呀那个受熏陶，然后就是治愈一下他脆弱的心灵。没问题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保证把他熏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没错，你说他，你说要不然说您们呀、啊、是人美心善赛天仙呢？嘴甜，嘴甜。就接着吧。哎呀，这孩子你怕啊？多好的小伙子，别怕。是啊，那我就忙掉了。去忙去忙。好嘞。你看大妈们多热情，大妈们都特热情。别怕啊！别怕啊！别怕啊！多好的孩子，真是多好的孩子啊！没事啊。
屏幕为什么是黑色的？不可能啊，我给你的时候不好好的吗？我要退货。退货？不退啊，你自己弄坏的，跟我没关系，赶紧走。你骗人，没有一会儿它就坏了，为什么不给我退？你们是骗子，手机真的不能用。快点走。手机是坏的，王鑫，还给我！走！给我！干什么呢？不是，爸爸，他们骗我钱。不是，谁是你爸爸呀？这什么？哎，你也别动啊！哎呀！好棒好棒，交代一下犯罪过程，啊，想好了再说。姓名，我叫刘健康，张龙。年龄，30。30。家庭住址，警官，其实我家特别惨，我上有80老母，我下有黄狗小儿。问什么说什么，手机哪儿来的？我们这手机是都是旧机翻新的，我第一次出来作案。真的，我本来寻思趁着过年出来冲冲业绩，这不是第一次开张，这就被您抓住了吗？坑了多少人了？通通如实交代。哟，这啥呀？抓了俩卖假手机的。我看看。哎，这够像的这个。啊？你那早票啊？查的怎么样了？怎么着啊？大领导问案呢？不是，现在这早票是唯一的线索，澡堂子又是你的地盘，我这终身幸福都攥你手里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跟那老板认识多少年了，肯定没问题。你是越这么说呀，我怎么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不相信你，周哥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真的是挺发愁的，马上就中午了。一会儿呢，糖糖过来找我，我们俩去领这结婚证。你说他要再问起我这个辞职的事儿，你说我怎么跟他再解释这个？哎，你送他一这个，真想让我送这命？谁让你送证物了？我说你买一真的去，就5G那个。我这个月我是去，你也不用做牙花子，你也不用看我，我不会借你钱的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好吧？买。怎么了？联系上孩子他父母没有啊？孩子？你待会儿再跟你说。我问了他半天了，他死活都不告诉我。然后我就上公安那网查，查了最近全市所有丢孩子的警情，没有一个吻合的。那就继续查呀。行，马大哥，我找。可是这孩子我实在带不了了，你们自己管管吧。还是年轻，这以后结了婚可怎么弄啊？这事儿啊，还得看我们老同志。你想的游戏，咱们赢过一次吗？还指望着让他输一次，说出他家在哪儿？你这出去办案，领回来个小组吗？轻敌了，怎么问都不说，就折腾你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孩子，来，过来。叔叔问你啊，你叫什么？我没叫。
住哪儿啊？就住这儿。你的爸爸妈妈呢？爸爸是他，妈妈是你。嘿，凭什么我是妈妈呀？你脸上画的这些就是妈妈。你好好回答我问题啊，要不然的话你就自己一人在这儿，我们俩就走了。那你们得把钱还给我。那不能。为什么不能给我呀？那钱是我的。这钱太多了，小孩不能拿那么多钱，我得给你爸爸妈妈。你们不给我钱，那你们把这个给我。除非你告诉我们，你爸爸妈妈是谁。你们钱也不给我，这个也不给我，那个也不给我，你们坏！别为什么呀？你快！不会聊，瞎聊！别哭了，宝贝儿，别哭了，小祖宗！我有一个勋章，比这个更好、更大，我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好。眼的跟这儿，又吵闹。这孩子，你说，这上面有大公鸡，哎，这是我吃多少茶几换来的。这回满意了吧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还挺有一套。这个孩子和女人一样，都是需要哄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，都这么懂了，怎么还单着呢？你周哥，我是眼光高，而且你不用调侃我，你现在的幸福都拿捏在我的手上，知道吗？那你说我这幸福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求求你，周哥。谢谢周哥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你找人办事儿你得有一态度，是不是？等你。哎，周哥。哎，那个，你回家拿那个登记表了吗？哎，今天提了，今天提了。没信号，周哥，挂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他有点要玩我的意思，不行，我得找他一趟去。你看着孩子啊，来，咱们。周警官，你在啊？小苏同志好。怎么不回我微信呢？我这个。工作太忙，没看着。哦，这样啊，我今儿有一重要事。周警官，谢谢你挽救我的生命。好了，这面锦旗，请你务必收下。哟，白马王子，难关杰伦，救我性命，开我心门。弄起来。哎，老马，荣誉室在哪？啊，就在对面。你告诉他俩，不是？哎，苏小姐一块儿挂。你，苏小姐，为什么叫小杰伦？你大周哥呀，叫周董。哎，不是，这儿吧。哎，别动！哎，你，苏小姐，你别这样，这是我们所长的锦旗。那放哪儿啊？你这个，你这样，我们这也没什么地儿，你就去放这儿吧。那个苏小姐，我跟你说两句。另外，你到底来干嘛来了？来给你送锦旗啊。那我太感谢您了。锦旗呢，你也送完了，请拿。哎，别急，问你几个问题啊。今年多大了？我34。什么学历？警校大专毕业。导员？优秀导员。嗯，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没怎么。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我啊，你是在盘问警察吗？你给我严肃点，你上回你就不是很严肃。没谈过几个女朋友，那天为什么说左眼是真诚，右眼是我喜欢的人啊？我父母可都听到了，他们可当真了，他们让我问你这些问题的。我那是为了救你想起笑话来，你我跟你说不了。摊上这么执着逼婚的父母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就算你帮我一次行不行？这么多锦旗，哪位是你的？没有我的，这都是所里的，这都是集体的荣誉。这么多锦旗，没有一面是你的，那所长为什么有？那还是不努力吗你？
年轻人啊，就得多努努力。大周同志，这可是你人生中的第一面锦旗，好好拿着。你还年轻，好好努力，会有用。哎呦，大家都在呢。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婷，相信你们对我也不太陌生，以后慢慢了解吧。大周，回我微信。婷姐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乐什么呀？高兴了哈，这个勋章也给你了。你能告诉我你爸爸妈妈叫什么了吗？不能。不是，那你叫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你叫我琪琪就行。啊，琪琪。姓什么？姓马。什么情况？啊，啊！刚才我一顿问他问题，都给问懵了都。我这多强势的人，是不是？就我这么看着，你们俩合适。用着你安排了啊？管好自己就得了。这不是安不安排的事儿，这是缘分。你说。哎，马达在哪？来了来了，糖糖来了。我来接我们家马达，我们俩今天给这儿。你是不是不想辞职了？我辞职报告都交了。我跟你说，往后的日子，咱们就是一半烟火，一半清欢了。他再也没有，啊。我那个不能陪你去的地方了啊，再也没有就是不能陪你的周末。办完这最后一个案子，我们每分每秒都粘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你行，你别恶心了。没恶心，就相互依偎着。我这，我跟你说，就保证，我绝对。你说到要做到。嗯。期待已久的时刻啊！爸爸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啊？这就你不对了，就这事儿你还没跟糖糖说呢，你真行你，糖糖，日子还得过，生活还得继续是吧？你就行了，你们家三口聊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我跟谁能生得出来这么漂亮的孩子？也就是你了。咱照这个呀，再来一个。那俩。那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呀？喜欢画画吗？嗯，我都喜欢。这么厉害啊，你还是一个小全能选手呢。那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吗？是。那好朋友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做客呢？当然可以。可以呀。那你家都有谁啊？嗯，就我一个人。就你一个人啊？那我们走吧，走走，我把衣服穿上。来，请进，这就是我家。你要是这么批的话，我告诉你。老师可就要生气了，嗯。你是教幼儿园的吧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幼儿园老师批评小朋友的时候，总会把脸拉得那么长，还喜欢办很幼稚的动作，哄小朋友们玩。但是我们小学早就不允许这种幼稚。你这小孩。行了，来来来。就咱们的时间也快到了啊，咱们赶紧去忙咱们的事儿，好吧？那个，丽萨，我有事儿，先出去一趟，琪琪就先交给你了。一会儿呢，你跟分局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调这个监控，看看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好吧？报告，交给我，我去分局查监控。交给你，我是最放心的。是。
琪姐，那你乖乖的，好吧？你就辛苦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就交给你了，咱们赶紧，给他拿，乖乖，你听话啊，你学会。喂，亮亮，啷个办嘛？小朋友啷个哄嘛？哄娃儿很简单啊。很简单吗？我还是个小朋友。呀，你出去买点他喜欢的零食，马上就老实了。好嘛好嘛，那我试一下嘛。叔叔。哎，大哥，我在外面等半天了，你还不到我？哎，大哥，你稍等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稍等，哎，你趴在那儿趴一会儿。哎，快点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好嘞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好嘞，你下一个。来，小潘。哎，啥时候到我？马上，大爷，你多泡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好下泥儿。哎，对，来了，来了，大哥。大哥，您怎么搓？加奶还是怎么着？你就正常搓，避开我的纹身。好嘞，大哥，您放心，绝对不碰你这猫啊！哎呀，招财猫！哎呀，大哥今天发大财了啊！王二啊，哎，搓澡排个队啊，马上就好。呀，周哥，你不回去了吗？没回去。你不到家了吗？没到家。我说我不是不想给您取，我这是心有余而人手不足啊。那你也不应该骗我呀，我这等着你这线索查案子呢。是周哥，周哥，以现在这个局面来看啊，我要是给您回去取，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什么呀？您来做。开玩笑，我替你搓澡。嘿咻嘿咻嘿咻嘿，嘿咻嘿咻嘿，嘿咻嘿咻。有我了，添点水。嘿咻嘿咻，得嘞。嘿咻嘿咻嘿咻嘿，嘿咻嘿咻。你好，来。海风吹，海浪。
了每一双手铸就的回忆。